竟然连仅剩的乌土都被你们拿回去了，那南疆我也不要了。是我寻南兵不如人，还是你们家里有如神助，都不重要了。但是，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。回寻南之前，我要杀一个人祭天，告慰我寻南勇士的亡魂。 是荣军师，怎么被擒了？贺将军，恭喜大赦！你踏我疆土，杀我将士，如今又辱我军师，这又如何？如此大仇，怎么能忍？就算拼死，我们也要把荣军师给救出来。走走，回来！你们唯一要做的。 守护好南疆城。既然你夺了乌土，我就杀了你最不想失去的人。承蒙陛下恩典，未曾计较山新馆的谋逆大罪，还留了荣誉。 唯一亲人的性命，但荣誉早就已经决定自相谢罪。今日，每一寸故土都还于家林，每一个故事都等到结局，也到了我该以我血为山河的时候。 以后她就是你小师妹了，你是师兄，你要好好照顾她，知道吗？
炸蝎子，吃吧。师傅不在，将就吃吧。辛苦师兄了，你吃吧。师兄。好吃。行了，别难过了。师兄下山是为了做最厉害、最强大的人。现在就很好，为什么要成为那样的人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保护好最重要的人呢。都停下！教练，我很怕。
地方吗？我不怪你啊！公子，之前我师父给他吃了回春丹，应该可以压制一阵。大夫，我这有好多药，有凝气的、补血的，还有疏通经脉的药。我还有好多药，我们试一试，来，说不定有用呢。如月，张总。还是服下毒的时间太长了，哎，哪怕已经将毒逼了出来，也没有办法将他体内的损伤复原，就算拿最好的药来补，也没有用啊。皇上，微臣实在是无力回天。你再给朕想想其他法子，必须把荣誉给救活了，不然朕就治你，治你们的罪。皇上，微臣真不是医术不精。着实是这身体千疮百孔，旧伤尚未养好，新伤又跟着来，真是没有办法了，皇上。那你说说，他还能活几日？就算用最好的药吊着，最多也不过十日。荣誉都这样了，你得给朕活着，你得先治你的伤。对，我得活着，我得好好活着，才能救他。操！你生来就有早衰怪疾，别人活十年，你可能已经走完了这一辈子。五年前，所有人都以为你的病已经好了，其实不然，你是以药虫为甲活下来的。是我用毕生的绝学治了一位叫琵琶醉的药虫，只要此药虫在你的身体里，无论是怪病恶疾，还是外力伤害，只要不伤及根本，琵琶醉便会以最快的速度来修复。这次是我叫你回来的，难道我还是要谢你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寒山寺吗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而这次你回来，是因为荣誉病得很重，他需要你。哼，假惺惺。那次受伤不是因为你，你就是荣誉的祸，我们荣家的害。你是我害的，是我害了他呀！啊！
要不是因为我，他早就不想活了。可这比杀了我更痛苦。他是在住我的心呐。何九龄，你杀了我吧！你杀了我吧！你杀了我吧！是，我是该杀了你。我们贺家为你所害，我不该放过任何一个幕后凶手。但我没有办法杀了你，也绝不原谅。这一刀，你我恩怨了结，我不孝，我也面对父兄、嫂嫂，还有我未出世的侄儿。等我死后，自会向他们告罪。往后，像之前一样护好荣誉，别再做让他伤心的事。这是我唯一的要求。这边，来这边。好。展平和尚，我去寻药，五日内必归。就在这儿。
萧儿。师父。这个令牌我还给你。以后我不会再来寻南了。师父是想骂我吗？该骂的我已经都骂过了，只是为师惭愧呀，在这十几年里没有教会你什么是放下。放下？当年你母妃送你到五华山拜我为师，并不是要你踏着这万万人的血孤独地坐在这儿，而是要你跳出这杀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比其他的兄弟更潇洒快乐地长大。可是你没有理解你母妃的心意，时刻都没有忘记登基为帝替你二人讨回公道的想法，脸上虽然笑着，但在五华山没有一天开心过。如今闹得这般局面，你开心吗？你与你师妹冰容相见又真正的开心了吗？师父师父，徐耀崇这一刻灵儿不想学，毒软一个人的骨头，抽换他的血，几天几夜都不能吃不能喝才可以把耀崇取出来，这让人怎么活呀？可能就活不了了吧，师父也没试过。先用九重九草拌酒毒熬出浓稠汤汁给此人服下，等到其人身体骨骼如若被重锤砸碎之时，再施功使其经脉逆行，此法凶险，绝对不可为外人打扰，否则。
红姐，就算有那么多人看到，只要我们想，这张鬼面后的可以是任何人。不，你是帝王，更应当明白这封信里他的心意。月儿，快叫太医！要叫什么名字？忘情。师兄，你为什么要吃这样一种药啊？情之一字，又是太累赘。绝路之时，谁会知道自己会不会用到？这是我第三回守在这里。第一回你中毒，我在这里守了三天三夜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觉得你肯定会没事，你一定会好。时候心里没有太多的担心，只有愤怒，恨不得为了你一生的周全毁天灭地。第二回你烧成重伤，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整夜整夜不合眼地守在你身旁，那时候我的心呐，比身体还疲惫，突然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垮了，
什么都不想做了，什么也不愿做了，这是第三回。不了了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我在说什么。不过，可能你也不愿意听我在说什么。我一直以来啊，都以为我们就是相依为命，万万舍不得的那个人呢？可现在看来，冤家，冤家才是更适合我们的。郡主，冻死了！这京城的天怎么这么冷啊？手炉都不管用。你说，本郡主好好的家不待，非得要等什么元慧大师来了，要去青城寺。是吧？什么情况？郡主，
主，慢点，郡主。郡主，不是属下撞的他，是这位老人突然撞向了马，让马受了惊，而且他受了很重的伤，血都阴出来了。这还看不明白吗？这京城的冬天啊，有的冷得过不下去了，一看到有钱人就要上来讹一笔，还特地选了这去青城寺的路，以为可以遇上什么人傻钱多的香客，真可惜啊，本郡主不是。钱多的香客，但每一位香客都会愿意结一份善缘。郡主，能不能？能不能？求求你，快，尽快！日落黄昏。辗转千里，远方夜半琴声，月自上酒盏，几度难相忘。提笔相思成河，宿命喧嚣雨纸上，最烈的酒最难忘，情到深处不可逃。回眸，回眸有你，有你守候。岁月可曾回首，几度悲欢离合，思念落地成霜。悄悄地转身，轻舟河上一远侧，笑问今夜人间星星几何。深处不可逃，回眸，回眸有你，有你守候。岁月可曾回首，几度悲欢离合，思念落地成霜，化作灿烂星河。握紧情父亲的一个想你的过客，原来相思。